佛爷哥吗？全学等于没学，四费的结，哎，结加强了，来把结，结还能加强呢，来把结，我应折不弯。耶耶！哎，我看了。嗯。嗯。哦。小天才。嗯。行，这把老完。那怎么办？那这把退了，没事儿。没有两星前排呢，完了吧？直接一手夜印，我那个鱼滚蛋吧！没有机会了，上太龙了。哦，好吧。这把没有同行，哎，漂亮，这不无敌了吗？给张船长，完事儿再给一个亚索，四决斗开始四分呢。给的都啥了破玩意儿了，全是对儿，没六对儿，一二三四四对儿，机器人没卖，五对儿。回合挡住了，往右边，我就想来个两星的怪 ，O 不 OK？ 良善，
谢谢 Super Me 杯。把打完我得重启一下，兄弟们。电脑投屏没好使。电脑投屏不好使，我们重启一下。闹什么原因？消遣一下时间。卡莎挺糊啊。不用重启，我太牛逼了，我也太厉害了，我简直就是电脑高手。哎呦，我太厉害，我太牛了。精准而优雅。让诸天见证。妖精儿可要可不要吧，你们觉得呢？我这一手偷不偷？
妖精肯定是没有两星的露露厉害些。来个反曲弓刺激，可以。你们说这杰第三件装备到底要什么？要哪个？要水银吗？我可以刷。飞升啊，可以刷一手啊，来黑客章或者是决斗章都可以。哦 shit， 这他妈是个啥呀，这是。斗士也可以。反曲弓尼拉，大剑老母猪都行啊。大棒牙锁，可以来个尿遁。我们今天一共就收到俩飞机，这一星不幸挑战任务，我一看这双倍亲密度不白开了吗？谢谢惹赛没我会穿不急呀、啊，有点急呀、啊，这都晚上快两点了，不急吗？很急，我只能说很急。很急。
珍惜下棋的时间吧，兄弟们。这棋我们可能就只下这一天了，后边这棋可能就不打下了，珍惜吧，珍惜这下棋的时光吧。这英雄联盟云顶之弈这个版本我不想待了，我要下一个版本再待。为啥呀？没意思了。没什么意思了。谢谢小熊软糖变硬了。小熊软糖，你的头像是泰迪熊吗？我也喜欢看泰迪熊。下巴版本更是逆天，怎么办？不一定，给件装备呗。我想问一个问题啊，这劫到底要不要水银？你要水银，我就直接给了。确实没必要哈，你说一个，哎呀，这劫要水银确实没啥必要，劫不要，因为劫已经有夜印这一个保命装了，你还要水银，那没有伤害呀，你不得要伤害吗？不能光伤害，不能光那啥呀，给张背水一战呗，给个背水一战 ,O 不 OK？ 攻击力可以，要么就炉了，攻击力好能顶住。我顶不住我小弟手，差不多吧，差不多。为了更大的良善，差不多，差不多。都没装备，为什么还不要二呢？我有装备啊。怎么没装备呢？哇靠，他应该是地了，他不地他不可能有这质量，是不是？不可能有那么多四费卡，我们地不地都可以啊，是不是？我们这地啥呀，升得了，再等一轮，如果下轮赢了，赢了好说，输了的话我下轮直接升上。50块钱，他50块钱他也递了，要不然他不能有那么多四费卡。他1、2、3、4、5、6，他6张呢。输了我直接拍地吧。
麻当日女儿，要不就拿锁着甲。麻当日女儿，麻当日女儿，5块钱，5块钱的带把弓挺好。给亚索吧，输一把给猪啊，给猪也行，给猪。也不错，亚索扔一张，尼拉来个二 ，OK，OK，OK， 完全 OK。剑尖扔了，血入拆解器下辈子用，我没看见，我没看见。我没瞅着，这么地儿吧。你们说是要船长、天使、维恩里边哪两个呢？要个维恩，要船长，要天使。给张锁着甲吧，给个锁着甲。输吧，放诸天见证，小心点，尾数还不行，猪这边有尾数。背水一战平民枪有点猛，我只能法爆了，这法爆给谁呢？都差一个，
能给压死我了，还能给谁呢？没人给呀。结攻速咋那么慢呢？感觉。完美，前四，那这个第一名肯定是打不过。我操！我的结局能把卡莎给杀死，不容易啊，兄弟们，确实不容易。这边杰尽力了，打不赢也没办法，只能说是尽力而为了。这边杰真的是尽力了，这家质量太高了，我们打他死不亏，我只能说不亏。可以小吃一把，没问题，可以吃分。下集，直接下集。